Yes， 太棒了，背包哦，有生存感的。这游戏虽然是 Sony 做的，但是这也植入的太生硬了吧？不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又来了。有人，哎、欸、，OK， 生火了 ，OK， 盖好了，圈起来，然后说死城 all dead， 我们去杀他好不好？他会僵尸追，我们去杀他，我们去杀他。Yes， thank you， goodbye， sorry， I'm sorry， 等一下，有人，有人。有熊，好险！我刚好听到声音。看到了，嘿，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嘿，你好，耶，有同伴了，嘿，Happy Time， 你去哪了？这是他到底是 Happy Time 啊？请给我点指示好不好？跳一下之类的。真的假的？你被干掉了对不对？好危险哦，赶快回去。对，真的是，哈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追错人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南边是哪里啊？哎、欸，有人在杀我。哎、欸，嘿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追他，追他，糟糕。哎、欸，不，看到人就砍，尤其是他有 ，yes， 成功了。怎么样？啊？哦，哦，yes。赶快剪，赶快剪！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。我们今天要玩 H1Z1， 没错。然后这款游戏我在昨天的时候有先玩过了，但是呢，昨天因为设备还有就是对游戏不够了解的问题，所以昨天直播的东西我都不会上传到 YouTube。然后也非常谢谢昨天那一些观众留下来陪我测试，真的有点浪费大家时间嘞，有点抱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正式开始吧。然后给之后要玩的人一些小小的建议，就是要进伺服器之前不要选欧洲的，所以就把这个勾给打掉，因为如果你是台湾的玩家的话，欧洲的伺服器会相对比较lag一点点，所以就选 US 的就好了。然后我再重新讲一下这个伺服器的一些设定是东西是什么。它左下角有写，我来解释一下好了。这个剑是代表是 PVP 模式，然后这个萤火代表是 PVE 模式，就是玩家不能互杀。然后这个有点像厕所卷筒的那个意思，是你学到的所有制作蓝像。制作道具的方法，如果你死亡的话，它就会遗失，就要重新学，所以这个是比较难一点的。然后这个是你杀僵尸的时候只能爆头，如果没有爆头就杀不死僵尸。然后还有这个是第一人称锁定，就是你只能使用第一人称。OK， 然后上面这些最左边这个是伺服器名称，然后伺服器的模式跟我刚介绍的这些规则，每个伺服器不一样。然后这是伺服器所在的位置，然后这个是伺服器里面的流量，就是里面人有多少。然后这个游戏的伺服器是会满的，所以尽量不要选 high， 如果选到人数多的话，可能很常需要就是等到人数有人登出，你才能登录这样子。所以还有什么要讲？我想一下哦。哦，对，然后这个伺服器的每个是互相不关联的，所以你在这个一个伺服器里面创一个角色，而另外一个伺服器是不能使用，它是独立分开的。然后像最左边这个有个绿色人，代表说我在里面创一只角色。好 ，OK， 就大概介绍到这边。然后我在 The Journey 这个伺服器创了一个角色，所以之后如果有玩家想要跟白龙一起玩的话，也可以加到这个伺服器。对，来吧 ，Join。我的角色名称叫 TW， 白龙，然后我们进去吧。然后基本上这个创角色没有自定义的太多东西，其实就只有名字不一样而已。OK， 大家安安。
今天好冷哦！我刚刚还特地出门多买了一个小小的麦克风，因为昨天的麦克风真的太烂了。OK， 好，我们进来了，全新的游戏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然后 Tab 是道具栏，然后有一些数值，我再讲一次好了。第一个是血量，第二个是体力，饱食度，那个喝水值，然后按一。WASD 是一般 FPS 的使用方式都操作模式都一样，然后按一可以捡一些树枝啊，一些材料。OK， 然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，他会给你腰包、裤子跟衣服，然后身上有绷带，然后就是可以解开，里面有五个绷带，然后他站右边这个是这边这个树枝是他。这个容器的容量有多少单位这样子，然后身上有拳头可以使用，身上有拳头，然后还有手电筒可以使用。OK， 基本的道具，一开始有给你手电筒，不会太闪人。好，然后这有三个视窗，第一个是角色，然后第二个是合成的道具，然后这个合成道具不需要自己摆，如果你有合成的方式的话，直接点它按 craft 就可以做了。那 OK， 那有些空白的是还可以去发现的，那发现的方法就在最右边这里 discovery， 然后我们把这个木枝摆进去，然后按 discover， 它就会找到这个木枝可以做的东西。 OK， 它可以做 OK 没了，然后它还有16木枝含木枝的合成模式，还有16个东西可以制作出来，但是我们需要搭配其他的材料才能知道。我们刚找到的两个合成模式，一个是箭 arrow， 然后一个是陷阱。不过其实不需要这些东西，因为我现在需要的是先不要好了。安安，大家安安。然后这个游戏的那个。饥饿跟喝水的值消耗的非常的快，所以如果你不是被其他玩家打死，不是被僵尸打死，你就是饿死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赶快找，有路耶，太棒了。然后我进来这个伺服器的人比较没有那么多，所以应该比较没有那么危险吧？对。然后我们去那个房子那边看一下好了。而且好幸运哦，我登录那么多次，第一次是那是人造的啊。对，这个游戏可以盖房子。那前面那个大大的屋顶。然后一开始盖的房子是那种小小的，像茅舍一样。昨天开台的时候有人说像茅舍，没有啊。我现在的伺服器是 The Journey， 我在标题上没有打。这房子看起来感觉就是会发生。诡异的事情的房子，因为只有一栋哦，那边还有不是，那是人造的，那个好像也不是，也是地图生成的。好，我们开始搜寻物资吧。有帽子，戴一下。帽子应该没有储存空间吧？对，没有。帽子应该也要有储存空间啊！我把帽子拿起来，它里面不是可以放东西吗？如果衣服都有90格的储存空间，那帽子应该更有才对吧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药吗？好像是药抗生素之类的东西。地上这是什么？没有东西，这可以搜索吗？不行。然后这个游戏有白天晚上，有裤子，太棒了！这个储存空间100，跟我身上裤子一样，我把它撕成布好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发现一些新的合成蓝像。OK， 可以做出那个背带了，随身的小包包，可是它需要6格的布。Yes， 太棒了 ！Yes， 背包。然后手电筒、T 恤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包包我就不用担心了，可以做很多东西了，可以捡很多东西才对。OK， 我可以做那个布加木棍，可以做那个弓箭，我们来可以来做弓了。
公仔的，然后我们弓可以做了，我们就把它。OK，已经装备在身上，这三个是装备栏，可以装三个，然后不会消耗背包的空间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做一点 arrow。七个，应该是七个吧。我来瞄准一下给大家看，这个其实很难瞄，因为它那个点点超小的，而且距离只要有一点距离，而且还又在移动的话，根本就是打不到，只能趁对方在搜刮东西的时候瞄准他的头，像瞄准这个门把一样，把他干掉。然后我昨天玩的时候遇到的玩家都是坏心人。尤其是成群结队的人，成群结队的人向你走过来，直接跑，千万不要以为他会跟你同队，这个是几率是超级低的。Stagnant，哦，这个水需要煮过吧？这应该是不能马上喝的水，喝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伤害。哦，这衣服好像比较帅，我可以穿这件吗？哦，有生存感了。哎 我拿到一个新背包了。这个背包空间600，把它撕成布。OK，四个布了，太棒了！我这样就可以做很多绷带了。这是什么帽子吗？对，帽子。哎，这个帽子是没有帽檐的吗？我比较喜欢我原本的，戴原本的好了。那个有点像士兵的钢盔的感觉。哎，等下，钢盔是不是比较强？等一下啊，算了。哎，哦，这是钢盔吗？还是有点像泳帽？哎，钢盔应该没有那么窄吧？应该是有点宽宽的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这游戏虽然是 Sony 做的，但是这也植入的太生硬了吧？好，然后我们把这应该是布了。如果它不是布，应该会撕成。对，没错，它是布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等一下，让我练习一下嘛。哦，好多东西。等一下，来，又是。哦，还蛮准的嘛。还有。有玻璃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他们都不走这个门？不行，等一下，这僵尸真的做得很恐怖，有掉东西，捡，三个散弹枪子弹，酷。然后这个游戏好像可以，这游戏可以把。僵尸推开按 Q，不过每次都忘记按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把冰箱的东西拿出来。冰箱的东西很多耶，这个是豆子吗？然后这个是橘子，这些都罐头，然后还有豆子罐头。哇哦，这些东西如果没背包完全带不了，因为身上格子很少。哇，好棒哦！一开始玩就这么好，这些箱子都可以搜索。Yes。我食物不用担心了，看看我食物可以撑一阵子了，下面柜子都可以搜索。子弹、水、空瓶好多哦，感觉就是可以找一个地方盖房子了。我的材料够了，搜 这个是盐巴，哦，真的啊。可是我换伺服器了，因为我发现欧洲伺服器太 lag 了。好，那我们还需要废铁，我们去，应该也是房子吗？有僵尸，等一下，远远的地方有房子，我们先看这里的好了。然后这个游戏可以自动跑步，跑步的方式是按加。我真的觉得 Daisy 要学着点。我只要按加，它就会自动跑步，我就不需要一直按着前进。
欸，那边也有房子欸。我们先去那边好了。然后我们路上多捡一点点树枝，因为我们要做 arrow。捡多一点，捡多一点。然后我们的饥饿跟那个水质都已经到了60%。欸，有人欸，那是人玩家对不对？欸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看到鹿了。不过我现在不需要打猎，因为我身上有足够的那个罐头。不过鹿那个鹿身上可以得到一些其他材料。我来做一下。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一半啊？我今天早上，我刚刚还特地出门买了一个新的麦克风，因为我原本旧的那个视讯的麦克风真的太糟糕了。因为我现在玩电脑，我现在玩游戏是用两台电脑，一台录实况，一台玩游戏。所以如果我要在，哇，有警车声哎！我要在游戏里面讲话的话，我必须另外一台电脑也装麦克风。总之就是我要买一个新的麦克风，不过它是一个很便宜的小型的，主要是跟。玩家做语音沟通，这游戏里面可以讲话，按滑鼠中键就可以讲话。刚刚那个是一个人落单的，我是不是应该趁现在啊？他如果在收东西，我就可以从后面给他爆头。欸，那边有给予器啊，我说的就是，欸，我刚有说吗？那个就是给予器，给予器就是你在你里面放瓶子的话，它就会把雨水接到里面，然后你就可以得到。水，然后把它煮一煮就可以喝。打火机不需要。欸，这有萤火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找刚那个玩家，他应该是到这里的房子，对不对？这是市场欸，应该很多东西哦。这样，然后这个游戏尽量不要停下来搜索，如果有发现危险的话，尽量就是一直跑，因为你一直跑的话，别人要杀你的可能性很低。又背包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蹲，我没有要坐，我要蹲，我要蹲而已啦，我要蹲啦。欸，看到人了，前面远远的地方，我先，等一下，这有医疗包，捡起来。OK， 这应该补很多血。OK， 我把这个石层布瓶子水带着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看不到？正常来说，地上的东西会显示在左上角。哎，那我先把一些东西给丢地上好了。丢地上。啊，这个忘记石层布了。哎，捡得香。不行，还是不行，再丢一些。哎，要晚上嘞，外面要变天黑了。OK， 有枪声，不太妙。好，这些全部捡起来。好，我们吃一下东西好了，然后把这个水给喝掉，不要浪费空间。豆子也吃掉。欸，我刚喝那样子水才补一点点欸，天哪！那我要找地方煮水了。好，那个方向对不对？过去看一下。我觉得第一天我先躲在住家好了，先不要自己盖，没有时间自己盖。而且我没有斧头，没办法收集木材。听一下，有脚步声，应该很明显。有僵尸，有僵尸，打不开，是不是没有人啊？对，等一下就是小心一点就好。哦，有，
画面越来越暗了，真的很暗，看不太清楚。把门关上。有脚步声吗？没有吧。好，我们开手电筒搜索一下。好像没东西耶。小刀可以砍树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也没小刀啊。小刀砍树要砍多久啊？也不知道为什么用小刀砍树，我会想到夺魂锯耶。但我看到夺魂锯吧。如果看，斧头。等一下。Yes。OK， 太棒了，耶、yeah! ，Cool， 这个是水瓶吗？我这样是不是很危险？等一下，捡不起来，那个应该是装饰品而已。有人吗？我不要拿灯好了，灯感觉很明显。好，现在我就是跑到野外。砍树，我基本的配备都拿到了，还是要在这边待到白天啊，不行，白天晚上时间太长了，这样等很久。我就是怕僵尸，才刚讲完，我们跑到前面那片好不好？因为这刚好这边有那个城镇，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我要补充物资的话，还可以过来搜索这样子。哎、欸，这有会不会有车可以开啊？有路了，等一下，我完了，我刚刚太慢了，我刚刚没有办法瞄准诶，为什么？那是那个吗？好，这边我这边隔天早上再来搜索，我先去，哎、欸，就过去了，不行，这有栅栏，然后这个。欸、我是不是应该盖在这边啊？不行不行，盖在这边的话，玩家会把我房子拆掉，太明显了。尽量盖在深山里面，会比较安全。欸，右下角是不是那个显示的？它只会显示那个你的数值比较低的啊。好酷哦！它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减少那个画面干扰。过去吧，砍树。可是我身上的格子是不是不够了？所以，我砍下来的东西需要先摆在地板上。嗯，哎、欸，不会，应该还够拿一些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砍吧。跑出了树、啊。玩游戏就是这么轻松。我只要点几下滑鼠，树就倒了。哎、欸，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刚砍多久啊？不到一分钟。真实世界这种树应该要砍半小时吧。好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我们来学一下原木可以做的东西怎么样？哎、欸、哦，原木可以做的东西好像原本就可以了，到这里。然后我们需要先做木板，然后用木板去发掘新的东西。这样子。哎、欸，还少什么？木条吗？木条我身上不是也有吗？有啊，不是。那是这样吗？OK， 学到门怎么做了，然后 OK， 太棒了，那我们看可不可以做好了，材料够吗？20个木板不够，加10个木条有了，20个木板没有，先，然后这个游戏它会自动帮你分解，就是如果你有像我刚刚有原木，它你按一下，它会把需要的木板给自动分，把原木分解成木板，就是还蛮人性化的。安安，我觉得我需要准备喝水。
我等一下生个火，把身上水煮一煮好了。啊！欸，这游戏会不会被压死啊？说真的，我还没有被压过欸，每次都幸运躲开。欸，好像不会，会穿过去。有人。Hey man。哎。这是我刚打的嘛，刚没有捡起来。好，我先把那个做出来。他身上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不太需要担心。结果他等一下拿出一个那个弓射我。我还少什么材料啊？14、13、14，还差6个木板。僵尸，刚肉搏好了，卧斧头。我刚被咬了耶！等一下，原来僵尸有这种技能哦，会把你缠住的技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拿到布了，僵尸打一打会掉布。我昨天玩的时候都没有那个耶，都没有被僵尸这样咬过。我的身体状况，等一下哦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回来啦。我生病了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个游戏有状态吗？看不出来啊，而且我的血刚不是 95, 现在回 96, 应该还好吧。等一下，我得。我钢木板是在这边哦，没错，我先生个火好了。我觉得我要喝水，我不再不喝水感觉要挂掉了。啊，要砍两个原木。是有掉东西吗？好像没有。砍一个新的。又来了，欸，斧头蛮强的，两下，欸，每次打都拿到布，欸，好幸运。OK, 我们来做一个萤火。快消。有在身上吗？跑哪去了？哎，救人！抓不到 wolf。他在讲什么啊？讲哪国语言啊？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啊，这里，是这个吗？等一下，黑黑的，不是？哎，我做了萤火嘞，这个吗？为什么它自动放啊？我没放啊！算了，我记得它是要那个啊，等一下，它是变成一个道具。我昨天晚上说是它是变成一个道具，会不会改版啊？昨天一个晚上就改了，怎么样 ？OK, 生火了，我是不是该把那个打火机拿回来？好，然后我们来煮点水吧。水刚刚有一个，这里。等一下吧，我记得不会很久，我们在旁边等一下。我的水质已经20% 了，好少哦。哎，可以了。OK, 喝一下。刚煮完沸腾的水直接喝下去都不会有事，太酷了。对啊，我真的觉得我蛮幸运的，而且我身上5个绷带都完全还没用。等一下，我的血量有点少欸，包扎会变多吗？我来包扎看看好了，做一个绷带。
我的步现在到底有几个啊？20，我靠，我现在步有22个，好夸张哦！来做一个，花两个没什么啦。看一下有没有回复。哦，有哦。所以绷带不只是流血的时候可以用，就是连平常血很少的时候也是可以用。等一下，我觉得这边刚有些木板吗？是这里吗？还是这里？啊，这里。我先把木板全部都丢在这边好了，不然我怕会太重，没办法搬。行。Shift 点左键拖移是可以一次移动大量的。OK， 好，来吧，应该再砍一棵树就够了吧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做，好像可以嘞、欸。它绿绿的颜色是满了，所以可以直接做，对不对？哦，有了，对，有了，在身上，它叫做 Basic Shake， 然后我可以放在任何我想要的地方，把它放在里面一点好了，不要那么靠近道路，好显眼哦。嘿嘿嘿，哪里？你刚有听到吧？好大声哦，我刚以为在我脚边呢。跑远点，跑远点。哎、欸，那边还有房子哎、欸，我刚去的是在左边这边吧？啊，对，我刚去的是这边，然后这边还有一栋房子，感觉很多地方可以搜索。那我们进去一点吧。然后我把房子盖下去之后，我把坐标给大家，这样大家要来。狼是不是在追鹿啊？我刚刚有看到一个东西跑过去，好，我就盖在这边吧。僵尸，自己在草丛里面看都看不到。好，我们来放吧。OK， 没错，就是这样。OK， 盖好了，然后我们把门也做出来吧。啊，刚没有看门，材料够不够？够。我们差三个木板，我们砍一棵树吧。这里。先把基本的家盖出来，之后要去搜索什么的，就会有一个地方可以当做基地。然后我等一下想要测试一下，就是东西摆在地上会不会消失，所以待会我们就在家里面先摆一个东西吧，随便摆一个，例如摆一个原木之类的，然后我们过一阵子再回家看会不会消失。如果不会消失的话，差点按错。如果不会消失的话，就代表说我们东西可以摆在家里的地上，当做储物空间。好，然后门可以上锁。OK， 我们来上锁一下吧。然后密码我们就设50。哎，红针打4个，那密码就设40。好，然后我们进去吧。然后我们刚说的丢一个原木 ，OK， 在地上了。好，我们到时候再回来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先吃个东西，
先坐着，水好像不够了，所以我们，哎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新的东西可以那个，这样子，不行，没有，那木质嘞，木质总共还有13个东西没有做出来，这嘞。 等一下，好，那我们吃一下罐头吧。OK，吃罐头也会补那个耶，可汁。那我们把吃多一点罐头，吃那个桃子罐头。 然后再吃一个橘子罐头，这样会不会把食物全部吃光？我们来整理一下包包好了，我们把那个医疗品全部都放在衣服这里，然后子弹啊一些细的材料都放在裤子里面。食物 ，OK， 子弹，这个也是医疗品，把它移过来。 咖啡算是食物，食物放在包包好了，食物跟水放在背包里面。好，就差不多整理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做个段落，休息一下。 然后我把那个坐标打上去，10023445，就是看 X 跟 Z 的坐标，那个 Y 的坐标是高度，所以不用看。好，我打一下哦。影片在这边做个段落，休息一下哦，先登出。